下面来，咱接着讲什么啊？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讲解一个新的字典，叫做进程词，啊，给大家讲解的一个进程词。首先说什么叫做词，同学们，词的作用是什么？哎，缓存、缓冲，对啊，不就这个道理吗？我拿个脸盆干什么呀？比方说，你们前几天是不是又停水了，是吧？我看群里边又停水了，你肯定是拿脸盆先把水接上，为什么？第二天洗脸怎么洗啊？是吧？你肯定是先接点水盛起来，进程词。一个特殊的容器，这个容器里边呢，能够容纳很多个进程。那它的一大特点是什么呢？重复利用进程池里边的进程。举个例子，同学们，我那会儿给大家说过一个概念，我想实现多任务，不见得进程越多越好，是说过这个东西了吧？因为将来操作系统调度的时候就产生了压力了，不应该越多越好。那么我怎么办才好呢？同学们，打个比方，我接下来呢？比方说，东哥某一天呢，当了大老板，是吧？开了个游泳，可能不能说游泳馆，开了什么了？开了个公园啊，整个公园我花了好几千万包来了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设想一个场景，包来了某一天呢，你去了，哎，我说来了是吧？这个是东哥，我能不能上湖上去玩一玩？这中心有个湖吗？我说可以去吧，但是他说东哥的船呢？哦，我这哦坏了，还没买船呢，忘了，我去给你买条船去，行吧？你想做一件事情，想要实现多任务的话，我是不是先给你创建一个进程，是不是可以做？我买一艘船，接下来你上了船去玩了。你从湖上划完了船之后回来了，我发现这个船没用了，我将来把它卖了。第二天又来了个顾客，我又买了个船，我呢又让他划，划完了我又买了。第三天呢又来了个顾客，我又买了个船，我又把它卖了。请问，是否也就是说，我想做一件事情，我什么时候需要做，我什么时候创建进程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但是我接下来问题就来了，如果我接下来来了100个人，我去买多少艘船，这个问题就摆在这儿。买100艘，你咋这么土豪呢？你买100艘船，你接下来再把100艘船卖了，你能得到什么？你说是个道理吧？怎么办？实际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公园里边或者是某些这个游那个什么呢？旅游景区里边，他很多人都是买一，就是那个地方有几艘船，是个道理吧？重复利用，来了100个人需要划船，我在100个人来之前，我先准备几艘船。举个例子，我准备好10艘船。那么经过大量的数据的统计的结果呢，我发现了10艘船反而是效率更高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将来有个东西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测试。咱们将来是不是有一波人是不是叫测试的人员了？咱是搞后端开发的，有前端开发的，有测试，有产品经理，有项目经理都有。那么其中的这波人混在一起去做。那么将来你怎么知道你是买10艘船效率更高，既节省经济，对吧？既节省钱，又能让这些用户能够还能划船划得更多。那么这就是一个规律，这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点。那么将来什么时候去得到这个值呢？到底我创10个进程还是100个进程？测试人员通过大量的程序，通过什么并发测试呀、压力测试呀，最终呢得出个结论，你的电脑就适合开10个进程，听懂了吗？那么也就是说，我先开10个进程放在这儿，同学们，这就尴尬的就来了。我10个进程先放在这儿，有没有任务？那么我什么时候去调它？你说是个道理吧？还有个特点，你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创，那这有可能有点费劲，就管理也费劲。简而言之，一句话。来了100个任务，我创100个进程去做，这个是最 low 的方式，不能再 low 了。你懂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？那你言外之意是来10000个人，那岂不是你要把整个中国的船的公司全包了吗？你包不了呀。怎么做的呢？我买一定数量的船，我放在这儿，我接下来让他们重复利用就行了。经过我的规划，第一艘在湖上划船的这个人呢，划个10分钟、20分钟之后呢，他有可能就不划了，他就回来了。那么这个船是不是可以充分利用了吧？那么也就是说，当我要实现多任务的时候，有100个任务，我先创建10个进程，我先放在那儿，来一个我就用一个，来一个用一个，来一个用一个，来了100个，最多我是不是现在同一时刻是不是只能执行10个了吧？这10个过了一会儿之后，有一个用完了，弄完了，有1个进程执行完了，我就让这个进程去执行那个任务。如果这个进程又执行完了，我再让这个进程去执行另外一个任务，是不是就可以达到一个重复利用的特点？最终一个点，进程池，通俗的讲，就是先创建一个池，里边先有一些进程。那么你来了大量的任务之后呢，你尽管去添加。那么这个进程池里边的进程呢，那个任务做完了之后，他去做下一个。如果这个任务又做完了，他再去做下一个。那么最终达到了一个重复利用的特点，这就是进程池。画一个图。这个地方一个池的，我接下来呢有10个任务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有可能有100个啊，这个小圆圈的都是任务，我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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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任务要去做。那么你这个进程池里边，你创建多少个进程呢？这就随你了。我刚说过了，
进程池里面的进程数到底是多少个，效率最高，要看你的测试人员压力测试之后你的性能最高的是几，你来写几。那比方说我写上一个三，那么意味着什么呢？我这个进程池里边最多同一时刻有三个任务一起执行，能听懂我意思了吗？好了，你不是有这么多任务吗？比打个比方，最左边的是先添加的，我就把这个给了这个进程，那么这个进程去做。同理呢，我就把这个放到它里边，我把这个放到它里边。请问你来了这么多任务，是不是现在三个任务是不是正在执行？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呢执行完了，好了，这个进程池它会自己管理，不用咱们去管。他会说了，哎，把你拿过去，把这个啊，把这个，哎，为啥拖不动他呢？拖动啊，拖，他就过去了。如果这个又执行完了，我就把下一个，啊，我就把下一个，你就假想啊，这个我把它，我就假想，假想不了啊，这么大啊，我把这个拖到里面去执行，听懂我意思了吗？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？我在没有重新创建进程的前提下，是不是让原来的进程是不是重复去利用，是不是这就减少了一个创建和有这个销毁的过程了吧？记住一点，程序的创建和销毁是需要花大量的资源的。举个例子，你原来没有这个进程的空间，请问我是不是要从硬盘上把代码读到内存，接下来经过数据的处理，我接下来是不是要申请大量资源了吧？程序的创建和程序的销毁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去做的，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减少程序进程创建以及销毁的这个次数，是不是相当于提升了这个程序运行的效率了吧？那么进程池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，不用重新创建新的，用原来的就可以了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你去完成这么多任务，能理解我意思吗？这就叫进程池啊，这就叫进程池。好的们，接下来花两分钟你理一下我刚刚所说的进程池是什么，为什么要用进程池啊，想一想。